呜呼，回家喽！哎呀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东西都放好了吧？嗯，放好了。啊，哎，你在用这个高德地图啊？高德地图最近好像出了一个可立的语音包。语音包？对，来设置一下，在这里设置一下。佳佳，可立登场，一起去玩吧，导航开始喽。准备出发，全程55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27分。你已签好，已重新规划路线。哎，好冷呐、啊！怎么刚好下雨了呢？下雪了，看到没有？下雪，这雪这么点雪糕又积不起来。杭州好像很久没下雪了哈。嗯，很少，本来就很少下雪。嗯。前方即将经过之江大桥，全程1.7公里。地图上说，前方要小心横风区。横风区比嘟嘟大魔王还可怕呢。500米处，右左侧有限速80拍照，当前车速80。200米处，有压线和限速80拍照。前方左侧变窄，蒙德的森林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路，要小心哦。450米处。有限速80拍照。500米后进入彩虹快速路隧道，全长3公里，小心前方右侧来车。前方右侧有车辆汇入，放心，可立也会帮你看着右边的。太细了，太细了。进入彩虹快速路隧道，出隧道后有分叉，请走左侧车道。前方行驶缓慢，长度500米，预计通行时间1分钟。前面的路堵住了，旅行者，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？还有这种功能？后面该说什么词来着？可以憋不下来了。前方500米内有多个违法拍照，请按交规行驶。前方经常发生事故，小心哦，不要被秦团长关禁闭了。本次导航结束。哎，到了到了，可立和旅行者的大冒险圆满成功。哎，我们问一些原神的问题吧，看看他能不能答出来。可立是谁呀、啊？最佳结果，可立尔清洁有限公司，距离21.8公里。你想开路线还是导航呢？寻找禁闭室。找到高的禁闭室。禁闭室。去渊下宫，渊下宫找到金钩、下宫等钩的结果，您找的是哪个？唱首歌。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我去练功了。还有意思了，这样子装起来、不像原来那个样比较死板的。是的。它跟原始的这个语音比起来啊，还是很丰富了，内容已经很丰富了。